越来越拖拉。午餐。哎，这样不好、啊。你怼我脸上了。厨娘。哎呀，我这一天我花了好几百。你来干啥呀？我这玩意儿让你看一下老师。你讨厌。对，坐我一个。坐我的、啊。行，你给我放一放。哎，我又不是刀。怎么样？你别说我做难不难吃。香。先看我儿子捧不捧场子玩的。关全喜欢吃这个。那是我煎的鸡排，那早上起来煎，就有点不怎么，是吧？不怎么好看，但是还可以，我儿子喜欢。儿子，这道题是这样写的。443吧，属于36。不用，行，赶紧英语吧。你确定没问题啊？来，确定。预备，开始。Jack has from the giant.He sees a bag of gold. Ah, there you are. What are you looking for? I'm looking for my dad's bag of gold. 你妈倒是听了很多地方的，我就没有一个听见。我还没来，太紧张了。老公，你发现这边这个绿化带变了吗？关全在屏幕里面好不好看哦？打光吗？还有这个口水呛吗？Other dancers may be on the floor, dear, but my eyes will see only you. 十四级是为了考教师资格证而上的，所以我们以前在这边。哦，对，考资格证的时候没有这个考试的资格。从哪开始说呢？说呢，就是昨天就应该来跳街舞。因为昨天是一张正节的，昨天是一节正常的街舞课，今天有考级的课，但是关全说了他不想考级，我也没给他报，因为我觉得他也不一定能坚持到就是长大成人，然后就喜欢就当体育课上，今天是练考级的动作，人特别多。在，今天是周六，所以人特别多，这我都不适应了，你知道吗？这就是我们这个附近最豪华或者最繁华的地方。冬天可能在这里也暖和一些，就是活动的项目相对多一些，全都在这里。然后餐饮呢也比较发达，对，然后各种教育机构，比如唱歌的、跳舞、画画的、写字的，所有应有尽有，所以就会。所以我还是会去超市看看有什么大折扣。That magic technique, when we sway, I grow weak. I can hear the sound of violins long before it begins. Make me thrill as only you know how. Sway me smooth, sway me now.没有了，就是晚来一会儿都不行，你知道吗？但你看这个有没有很划算，原价7.9，打完折4.9。其实我可能没有那么想要，但我排了半天了，我觉得我还是拿着吧。
我回家冻上慢慢吃。请琴扫描商品、这个、然后放置装袋台上。起来，手机不完满。一会儿等会儿。我的晚餐，我要减肥了，我必须要减肥。我前脚刚说我要减肥，我们要减肥，他然后就说，哎，咱去买一只鸡呀、啊。这是我老公，有一天我胖了，我负一半责任，不听劝，他负主要责任。不是减肥吗？回家我是这样，我就看你们吃，你信吗？好好好。吃的时候我一边录一边吃，我睡觉。刚忽然想到一个问题，就是如果是外地人来哈尔滨的话，我问他会不会推荐比尤特这个超市。对，这个超市叫比尤特。会的，我一定就是现在那些大超市啊，它已经在我们这儿就几乎就是名存实亡。你就是他生意越不好，你就越不好，他就东西都不新鲜。然后这里的话就是人很多，虽然每次都感觉很拥挤，其实也周末多，忙忙叨叨的，平时也多吗？平时也挺多，因为在商场，你要知道每一天都有客的孩子，但是他就是不停的在上货上新货，然后当天晚上就把所有的，比如说这种今天做的东西全部低价销售。明天再做新的，让你觉得就是感觉会安心。同样的价格，我可能就会来这儿，还是觉得我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比如说外地的游客来到比尤特之后，你会觉得他们想买什么吗？就是说你推荐大家买点什么？你说像我们有家庭的会买一些蔬菜，没有家庭的话，你可能就买水果，买零食。可是我指的是游客呀、啊，游客买蔬菜干嘛？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是啊，我指那还有小年轻人，人家也不那个呀，也不做饭呢。嗯，他们就买素食呗。哦，买点熟食啊。对，就买点熟食，当地的香肠比火腿肠好吃太多。哦，那都是肉，就是北方，反正尤其我觉得就可能贵一点。嗯，还好30多一斤，而且一定不要塑封。就是现做，它一般都是当天做的，就是现吃，真的绝对和塑封和你在网上买的是两个味儿，绝对的。可能我是在这儿时间长了，我也不知道要买什么。比如说我来哈尔滨的话，我会买什么？反正红肠是肯定要买一点的，是吧？对。还有什么小肚啊什么的？对。其实，这里面有吗？也有啊。有啊，刚才我还看见了。是吗？是什么哪个牌子啊？都还可以，像我们经常买的就是玉昌、老顶峰、秋林的话，老顶峰哦，对，今天我买的是老顶峰的，因为他那个超市里面只有那个牌子，打88折，全场88折。还有就是那个商委的话就算了，商委的话一般买不到，对，而且没有觉得可能。反正就没有觉得那么好吃，商委更多的是一种炒作，或者是你发现了吗？就是香肠，我妹妹现在在南方待久了，她会觉得那就是乡愁，尝尝就好了。南方人吃不来的，偏咸，就像我们现在吃习惯了，觉得不咸，但是南方人吃会偏咸，有的是有香，有那种烟熏味儿，还有蒜味儿，其实是有一种蒜香的。就是你可以尝一尝再决定要不要买，南方人没有那么吃得惯。还有可以买一些松子啊、这些山货是可以买的。嗯，木耳就是你在南方你就反正你就记住了，买贵的没有错、还有就是大牌的商品或者奢侈品北方比较容易买到，或者比如三一前段时间来了，发现这边商场在南方不打折的，这里也打折，一定要去商场去专柜看一下，我们这儿的大牌的化妆品也比南方的便宜。我必须严格的检讨一下我自己。我刚刚想了一下，我好像没有说我很爱买衣服，我也没有很爱买什么，但是我唯独见到吃的打折了就会买，或者是见到想吃的就会买。我跟我朋友也是，我们俩天天那个相互给对方发的消息都是哪个东西打折，哪个吃的打折去买。有一天他说羊奶打折，我买了4箱，纸巾买了也不少。别说是。
jealous, only you know how. Sway me smooth, sway me.